国民营委员不在，当我他我看那条文，我试图解释一下，他为什么加地理位置啊？请这9月6号，特任组开记者会，里面有提到几个议文出来，他还说明说当天部长在哪里，我在哪里，还有王金平在哪里，那是参加国民党立委卢委员他父亲的功绩。那天我去的时候，电话转静音，可是特任组出来的议文包括说明里面就是说他们都在同一个土生某一个同一个位置上串供，乱讲一通，这个地理位置就是这个意义嘛。所以国民营应该的着眼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啊，类型包括这个地理位置，因为监听的时候可以知道你 location 差不多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既然管委员没有来，要旁就起脚了，这个没有无关宏旨啊。啊，请法务部。哦，你说明我听见。这一条讲的。